甜心教主王心凌早期歌曲《爱你》迅速在全球走红，去年参加陆纵《乘风破浪》第三季后，更是再一次爆红，还夺下了总冠军宝座，收获了大票粉丝的喜爱。日前，王心凌在微博发文，可爱的点名百度百科，并向平台喊话表示，帮他把身高改成正确资讯，因为身形娇小的他，在百度百科基本讯息的地方竟被误标注为身高170公分。对此，王心凌还笑称自己的身高不是170公分，但是气场有170公分。所有百度娱乐的官方账号在留言区现身表示收到了，随即将王心凌的身高修正为158公分，还特意备注气场1.7米。这个举动也让不少网友笑称王心凌也太诚实了吧，更直呼她的气场何止1.7米，至少也有2米啊！双方的互动实在太可爱了，也意外在网上掀起热议。Bye.